你别害怕，别害怕，我呢不会勉强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的。我是不是太没用了？当然不是了，书上说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在家人的陪伴鼓励下努力克服心理创伤上的恐惧，你明白吗？什么书上说的？就网上那些书都这么说的。放心，我会努力的。那你可千万别走啊。你一定要陪着我啊。等着我啊。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站着。送他去暖暖就好了。走你。